好，今天的国际头条重磅消息，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确诊新冠肺炎，当然不止他了，和他另外一半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都是。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川普的最新 Twitter 的 po 文，他说我跟梅兰妮亚确诊新冠肺炎，我们会一起度过难关。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确诊消息之前，我们就觉得有一点情况不太妙，因为呢，在稍早的时候呢，更早之前呢，川普呢已经在 Twitter 上说他要自我隔离了。为什么呢？来看看呢，就是川普最亲近的幕僚之一这一位白宫顾问呢，霍普希克斯。好，因为他确诊了新冠肺炎，所以川普说呢，他跟梅兰妮亚正在等待检测，且开始隔离。哦，那现在呢，消息已经是确诊了。好，我们来看到呢，当然这个不见得是这位白宫幕僚传染给他的，有可能是反过来。好，目前呢是怎么传染的还不清楚，但我们知道在9月29号的时候呢，当时这位白宫的顾问和川普共乘空军一号前往电视台参加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会。好，所以呢现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头的人是不是都很危险？还有9月30号呢，他和川普共同前往明尼苏达州参加集会。好，我们看到呢，其实两个人呢，不管是交谈也好，而且或者美国人的礼仪打招呼，现在可能还是会脸碰脸亲一下，但都没有戴口罩，所以呢，这个要传染的几率可以说是大大的增加。好，事实上呢，川普不喜欢戴口罩，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而且他对此一向铁齿，但是呢，他一直饱受对手攻击，还有美国民众痛骂，好，说呢，他比拜登晚了107天才戴上口罩。可是呢，在这场辩论会上呢，有没有川普立刻秀出口罩，说我有戴口罩，就在这边，我觉得有需要我就会戴上，而且他也强调他有保持社交距离。好，那么甚至川普还说，如果你就指的是拜登了，好，你来主政的话，美国可是会有几百万人死亡，而不是只有现在的20万。好，那么怎么办呢？现在是美国总统川普自己传出了确诊消息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呢立刻也有反应，小道琼在盘中大跌了1.7%。好，那么这个影响冲击呢是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外交种种，那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伟汉？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想说，因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哈，虽然拜登的民调领先，可是川普紧咬在后，他一点没有示弱的感觉。那大家也会想到2000年当小布希跟高尔那个状况，会不会到后来他们变成是非常接近哦？还在等什么叫十月惊奇，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其实我还真没想过，应该要想得到的啦。川普确诊，全世界好多的政治领袖都确诊嘛，对不对？但是他居然真的发生了哈！我今天刚刚录影前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在开车，我刚刚车停在路边，我真的觉得很惊讶，而且这是个非常大的新闻。观众朋友，因为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推特这么重要，因为川普他是用推特来证实这件事情，未来川普的推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指标。为什么？因为川普他现在好，是他传染给他的助理，还是这个31岁的希克斯传染给他，已经不重要。重点在于川普确诊，总统夫人确诊，对，两个人现在目前一起在白宫接受隔离。那接下来呢？第一个状况就是接下来完全没有什么状况，他属于无症状感染者，也不会不舒服，所以他继续会在白宫里面发 Twitter， 一天发好几篇。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大家还是每天看到川普，可能又在骂人，又在讲什么，对。但如果每天要发十几篇 Twitter 的川普，今天以后不见了，大家就会担心他是不是状况并不好，因为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状况，不代表以后不会。他是因为幕僚确诊以后，他才接受检测，还跟大家讲，还接受这个福斯电视台的专访，说我的幕僚已经确诊，我跟我太太现在正在检测等报告。所以他既然可以这样讲，表示说他在接受检测的时候，他身体应该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大家知道哈，这个新冠肺炎并不是说前几天没症状，后续就不会有，有时候可能后续会是恶化的。所以我就说哦，接下来川普的推特会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如果他还继续发很多文，那相信对美国来讲，对全世界来讲，这个总统还能试试，基本上他的影响就会降到最低。但要是他不再发文，或甚至进入到了症状非常的严重，那讲一个比较坏的状况，这是假设状况了，川普没有办法试试了，他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的权利了，那美国就要按照他们第宪法25条修正案，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副总统了。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整个不只是选举谁赢而已，而是说美国马上就会进入到一个总统无法试试的状况。那对美国来讲，
对我们跟中国大陆来讲，其实都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想，其实川普现在目前确诊的事情令人震惊，可是更令人担心的是，他会不会继续发推特？如果不会，你要担心。好，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观察下去了。可是因为现在是确诊了嘛，那我想他，因为美国有要14天吗？没有嘛，哦，像之前说隔离是什么，他可以一直在验嘛。好，如果他如果是阴性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出来？我上次就14天哦，你这样就14天。好，那所以假设啦，假设川普还继续发推特好了，好，假设他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那他应该势必会想说，我要验嘛，验到阴性之后，我的还有第二场辩论呢，对不对？那半变不变呢？是不是？十六号刚好十四，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啦。时间，如果他推算了一下，然后后来变阴性的话，他10月16日也许他还可以，但我不知道他的对手愿不愿意跟他同台，虽然离很远。对不对？可能到时候改成是网络还是怎么样？所以也有人，就这个接下来有看辩论的问题，还有我也要问的一件，就是说，好，如果川普打的是哀兵政策，美国人吃不吃啊？这个变化当然是非常大。我刚刚看到网络还有在讨论说，哎，那个29号那个拜登也跟他一起辩论，两个人虽然距离有一点距离，但是会不会有传染？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美国的大选过后，我们都期待说社会秩序各方面都有办法慢慢恢复。虽然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但是就是。就终究会回到正轨，因为美国的政经事实上会影响许多国家的很多局势在里头哦。那我觉得，从上一次的辩论过后，几份民调看起来 ，Joe Biden 大概至少都赢大概10个百分点以上哦。那从美国因为选举是要登记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登记年轻人支持度还是 Joe Biden 比较高，所以这个后续的变化到底如何哦？就说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实，川普总是永远是让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出乎。我们过去逻辑可以预料得到哦，那后面会不会持续有辩论，甚至是美国现在会不会紧急的开一个国安会议，后续是怎么去处理，那选举会不会延续，甚至之前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11月3号选后他的整个政权会不会和平交接，大家都有已经有问号了，那现在11月3号会不会有选举不得而知，会不会有其他变数，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恐怕世界的整个乱局哦，因为美国选举的影响，恐怕还要延续下去。但是我还是要再回到台湾，在这场选举当中哦，这是包括他们都是打中的政策在里头。那我们的角色到底应该去如何因应哦？我觉得。台湾的国际局势当然是非常艰困的哦。那国家我们虽然小，但是我们如何左右逢源，不去得罪任何人？我相信刚刚你说的民调，50%以上的民众大家都希望两岸是和平，没有人愿意打仗哦。很多年轻人说我不愿意去，虽然我爱国，我爱国心绝对是有。所以如何用备战哦来去处理后面，甚至是后面避战的问题？我觉得，执政党要真的要思考清楚，在这一局当中，我们的角色到底去如何因应？那在美国大选之后，我们如何在美中当中，我们让整个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如果能够持续走下去，获得最大的利益？我最近我的美国朋友，过去的研究所同学，他们最近他是在美国银行上班，他说美国现在印钞票印的之可怕，他们银行的人吓得要命，他们就在跟我讲说，这个后续的经济的影响恐怕。非常非常大哦，所以美国整个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它后续的经济问题恐怕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当然，民进党政府，我们的执政党，当然不应该在现在去跟美国谈太多的结论，签太多的协议，因为后续会有什么影响都不知道。那整个世界局势对于台湾的经济影响到底是什么？变数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聪明的政府应该把最后的决定权留在美国。政权交接之后，或者是美国大选稳定之后，再来去做后续的处理，这才是聪明的政府。好，政案委员怎么看这一局？就是大家也想不到，今天才10月2号，十月惊奇居然是发生在川普自己身上。当然，这有两个层面啦，一个是冲击他个人的选情，第二个可能冲击到全世界。那么目前你怎么看这个局势会怎么样的演变？我按照宪法25条修正哦，他要亲笔写下他权位要给继任者啊，那川普一定不会签的啦，除非他进入昏迷状态啊，那所以他会继续用视频跟推特继续指挥啦啊，他不会消失，不会啦，不会啦，甚至推特会大量增加了，更多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暂时不用考虑，而且他是应该是无症状感染。因为他的助理也没有症状，可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医生认为要观察至少3天，
因为他年纪大了啊。因为上次那个 Boris Johnson 一开始好像也没问题啊，结果差点插管啊，差点插管啊。不过有一点大家不要那个忘记啊，因为 Boris Johnson 上次是3月27号入院，嗯啊，然后4月12号出院，那出院之后民调大涨哦，他4月民调飙升啊，然后最近又开始往下掉啊。那美国人当然不搞悲情这一套啦，不过如果川普是强悍出院啊，表示他这个老当益壮，然后王者回归啊，所以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人。不要以为这个对他一定不好了，不一定啦，不一定啦。那也许接下来他出院之后就会一路都戴口罩了，这对美国疫情也有帮助了。不过川普对了，他之前每次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记者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第一个动作一定先把口罩拿下来。他说：“我不把口罩拿下来，我会听不清楚你的问话。”啊，对嘛？可是他现在是可能也得要学乖了嘛，口罩要戴好戴满哦。像那天拜登跟他进场，他们团队两个是从不同的包厢进来的，所以完全没有接触。所以拜登应该不会有事。对，但因为口水最多喷5公尺啊，医生也有做说明啊。这个我知道亮刚刚讲这个，我刚刚特别去找哈，因为我记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曾经警告过说，所谓的2公尺的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其实不保险。我找到了哈，在这里，麻省理工学院讲哈，他说其实2公尺根本不安全。8公尺才安全，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麻省理工学院讲的 MIT 研究要8公尺。那以这一次拜登跟川普，他们当然因为距离很远，距离很远，可是也好像听说也就是3公尺左右而已。那因为两个人，对啊，你看啊，你看他们的距离，从这个角度看，他应该是广角镜哦，大概是3公尺左右哦。那他们讲话那一天又特别大声，不是像我跟亮哥这样和和气气的，是不是？我就 shut up man， 对不对？他是很大声的时候，他们口沫互相在吵架，所以现在有人讲说要观察哦。我们台湾也是去问了那个我们台大的儿童医院的院长黄立明，他说那要观察未来7天拜登的状况，不敢讲100%一定不会了。要求做检测，对对，要检测，因为这个他们不是一般讲话，他们在对骂，所以也许那个。口水会喷得比较远一点。好，说拜登应该他要先做检测嘛，因为多少也要担心一下哦。可是呢，我也川普出了这个事情呢，对拜登的选情还会更好吗？哦，我们看到其实这场辩论会结束之后啊，川普还是输拜登大概7个百分点，而且他的摇摆州呢只剩下2州在 hold 了哦，其实也跑票了。而且另外还有一个最新赌盘，这个是赌盘，也是在辩论之后，拜登的胜选几率又比之前又扩大了。那么川普的胜选几率又往下掉了，又缩小了。但是呢，这一次确诊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刚刚讨论到哀兵政策、悲情牌有没有效？那么刚刚政量委员是说，搞不好哦，他如果是强悍出击，或许会打动美国人哦。这个到底在选盘上头、选情上头，这个高低会不会经过这次事件有什么不同？是我们先为那个川普祈祷了哈，希望他早日康复了。但是我想一句话，我觉得选举有时候这样，是杀不死我的，就让我更坚强了哈。所以基本上，川普如果他的疫情病，他的那个病情并不严重，他又能够康复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对那个选情来讲的话，尤其川普这个个性，你知道他是非常特别的，在他身上是没有规律。我们讲十月惊奇，他天天都惊奇啊，他当总统没有一天不惊奇。我就举一个例子，理论上川普其实在疫情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啦，就像他讲的那句话说啊，如果是你拜登的话，可能全他美国会几百万人死亡，不是现在20万。他们觉得现在美国20万死亡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可他不要搞错了，全球现在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是100万人，美国等于就占了1/5，所以美国其实是疫情非常严重的国家。我从一件事情来看啊，就是说我刚好是在今年1月到3月啊，去美国巡回演讲了10几个城市，去了2个月。我落地的那个时候，美国是发生第一例的那个确诊。那我离开纽约的时候，是纽约那个疫情大爆发，所以那2个月我是完全见证美国整个社会怎么去看待疫情，跟政府怎么看待疫情的过程。你知道我在途经伯明翰的时候，那时候来接待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病毒学家，他曾经差点拿到诺贝尔奖。他整天他就是在我旁边一直骂川普，他就说美国会变成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会怎么样，说照川普这种做法。那时候美国其实没有什么疫情，你知道吗？那时候其实看起来每个人都还是好像
这个疫情好像这好那时候还有一种概念，就是这种病哈，只有所谓的黄皮肤的人会得，还是处在那个阶段，就是说要看这是亚洲人的事情，跟美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他才讲完没多久，纽约就大爆发，然后呢，接下来几乎那个病毒学家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都如他所说的一一应验。那他里面最核心一件事就是说，川普完全没有在管理整个美国的疫情，他轻忽专家的所有的建议。好，就拿这件事，理论上川普在这个疫情的控制上，你会发现说，其实他是相当失职的。可是呢，你反映到民调，那现在是虽然是落后拜登，但是他落后的其实有些，而且中间他民调开始落后，不纯粹是因为疫情哦，还有包括那个黑人因为警察的那个过法那个执法的时候造成的死亡，所以他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才使得川普这个民调重挫。而重挫他之后，其实还在回，他是在回升当中，他并不是一直重挫下去，但回升速度到什么程度？所以因此。川普这一次他确诊新冠肺炎，可是我觉得在从选举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很难看这个谁确诊新冠肺炎能够对人的造成的那个影响。那就像刚刚那个亮哥说的哈，如果他真的是14天满，他安然无事，强势回归的时候，那以川普那个个性说，你看对不对？只有我能够挡住新冠。对，那个肺炎，我是打败中国，对对，我可以打败这个什么中国病毒啊？那川普讲的，所以他可能会形塑另外一种很特殊的一个效应。那理论上，一个国家你弄到连总统自己都确诊新冠肺炎，理论上这其实是一个超级大失败的。但是川普的个性就是再怎么样超级大失败，他总是有一套，他把他搬过来。那刚伟汉也分析到，你接下来看川普的抱怨，他的 Twitter 就是个社群媒体之王啊，所有的目光全部会集到他 Twitter 上去，所以他会在短期间瞬间吸引所有的一个话语权。因此，关键还是回到说，如果他的病情啊并不严重的话，那所有话语权抓在他身上，他14天结束后强势回归，可能就是一个新的一波的话题。但是如果说今天，他病情不佳的话，那当然就会产生别的影响。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对美国选举的影响，我觉得跟他最后在新冠肺炎这个病情会有相当大的关联。